每日戳戳，谢谢落日与笑笑，晚安晚安，嗨大家晚安，嗯、，Hello， 阿秋晚安，阿贵仔晚安，嗨安红，嗨不需要名字，嗨企鹅，嗨上庭，上庭晚安 ，Hello， 哎、欸、我昨天有见到你，上庭，在卢卡的台。嗨暗红晚安，上庭居然改名字了，他之前是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不是我记得他上次也是这个名字，车轮掉红红的啊，我想说都没有出门，我说在直播台看到你，不是在外面看到你。Hello， 玄阳，晚餐吃了吗？还没，在这边。我刚刚自己煮的，我刚刚就是学校回来，快点先煮个面，不然我超饿的哎。你知道我今天午餐点了学校附近的锅烧面，然后那个锅烧面。超少的，就好饿、嗯，就是那个锅烧面只有一小坨意面，锅烧意面就一小坨意面而已，不行，整吃一口，其他是我的。就它只有一小坨意面，然后就，哎呦，抱歉，然后几乎都是糖，所以就很饿，我就吃完，因为我不喜欢喝糖，我就把面吃完之后，我就没吃了，然后就好，就有点饿，就那个时候就有点饿，但是因为已经，哎，你快点啦，好了。因为已经吃完，然后再上课了。哦，真的，就已经在上课嘛，所以我就想说算了，我就不再去买食物了。然后就趁到刚刚回来，就超级饿的，肚子超饿的，然后我就回来，我就快点先煮个面来吃。嗨，蛇珍堂，嗨，好意，意大利面没有，这是那个蒸拌面，就是我之前有推荐过的，很好吃的面，蒸拌面，就自己煮的那种，有点像泡面，但是是要煮的泡面，不是那种，泡热水就可以的那种，不一样。不喜欢喝汤，那么冷不喝一点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会喝啦，就是我会喝一点，我会喝一点那个暖个身子这样。我会喝一点，但是就是可能是没有习惯喝汤吧，就平常也不会喝汤，所以就喝一点就有点腻了，就不想喝。对，你吃什么口味？什么口味？你说这个面吗？这个蒸拌面就一般的蒸拌面、啊，就那个什么啊，香辣什么口味的？可以给你是不是？啊，我之后汤给你喝好了，因为我通常吃那种汤面，都是面吃完，然后汤喝个几口就不会喝了，就没有习惯在喝汤。Hello， 花生什么说嗨，欢迎，但是谢谢花生什么说柚子，谢谢生生堂的心之馆 ，Hello， 嗨陈。嗨，林嘉诚 ，Hello， 哎，林嘉诚，我昨天好像也有在卢卡的台看到你，我记忆力真好。哎，谢谢花生的柚子帽，可爱。嗨，米嘉乐，嗨，小泽，柚子礼物好像到明天了，啊，真的、啊，那么快？可是不是还没中秋节吗？怎么只到明天而已？快点，哥哥，臭美女。嗨，小泽。今天到哦，今天到八点，没错。蒸拌面不怎么辣，会吗？我觉得蛮辣的、啊，也不是很辣，就是有辣。
超饿，刚下班，我刚刚也很饿，我刚刚超饿了，我一回家就好饿，我一回家就空无，我一回家就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面喊好饿，快饿死了，然后再快点去煮面，超饿，我刚刚我下课也好饿。今天一个小时，对，蒸拌面不会到不辣吧？你有把它的辣油全部都倒下去吗？因为我都把它的辣油就是倒干净，一定会倒完。对，你要把辣油都倒干净，就会有辣的。你喊给自己听了吗？对，我喊给自己听了，就好饿哦，一回来就一直喊好饿哦，好饿好饿，边喊边收东西。这样子，然后就去煮面。正要来弄电锅啊，煮饭是不是？吃饭我也想吃饭。妈妈等一下会煮饭，我等一下还要吃饭耶。现在先吃面，等一下吃饭。尚婷要去吃饭吗？没关系，你去吧，先去吃吧，不要饿到了。对，我今天一个小时，昨天本来要。丢多一点，丢一点红包让你进吧，结果我还是没进吧。哎，你们太强了吧！你们那些人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第六名了，为什么后来都被挤到后面去了？你们太强了，丢太多了啦，追不过去。水锤 ，Hello， 谢谢庭伟的玫瑰，面子是开胃菜，对。对，我面只是前菜而已，等一下还有主餐。Hello， 青苹果，晚上好。哎，青苹果，昨天有看到你。嗨，阿哲，嗨，小白兔。那要问丢礼物的那群人。对啊，谁一直把我挤到后面去？讨厌。不是很喜欢吃辣，真的假的？我喜欢吃辣，怎么会这样？辣很好吃哎。到底是谁不让我进吧？你怎么看到我的？哦，我在卢卡的台看到你。我的刘海一直中分哎，讨厌。后来觉得与其丢红包，不如直接这里丢给你。对，这里我就可以好好抢到。没关系啊，你们留着啊，不要一直丢。你们留着之后用。你丢给我就没了。已经变好了，以前连辣都不敢吃。你不敢吃辣、啊？怎么会？哎，乔纳森，哇！谢谢乔纳森的带你去流浪，耶、yeah, ！带我去流浪 ，Go 走吧。谢谢森森糖。哇，浪漫哦，浪漫哦！谢谢，你要带我去哪？我想去哪？哦、我好想吃东西，我好想吃，那里吃好吃。我想去那个，吃，怎么样？我想去，我现在最想去应该祖地吧，我想去祖地。吃那个海胆，日本的海胆、欸、日本的那个日本就是那个海鲜市场那边买的海胆很好吃哎、欸，我曾经吃过，我就吃过一次，超好吃的，就是那个时候，那是我的面啊，不要我而且很辣，你不敢，就是我们之前去日本有一次很早，就是有一次还蛮早的。去祖地的，然后就是真的是要够早才有，就是那个时候蛮早去祖地，然后就有买到那个，就市场，就祖地市场买，就有买到，那个就是市场不是都会摆很多那个摊子吗？然后就有一个是，就有一个有卖海胆，一盒一盒卖那种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就买到了，而且超便宜的，一大盒才500日币而已。500日币而已，超便宜的，台币多少钱？100多块啊！
台币100多块买到一盒海胆呢、欸，超好吃的，超新鲜，而且超便宜的，真的超便宜的。你知道那个在台湾买，你用台币500块都买不到是什么海胆，就一小坨而已吧。那日本用日币500块买了一盒海胆呢、欸，而且很好吃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以为只要去主地就会买到海胆，就我那次是因为很早去，所以我买到。然后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要很早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想说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以为只要去主地就会买得到。然后我第二次就没有很早去，就也不是没有很早，就是十点左右吧，十点多去，结果就没有了，就没有卖海胆，我就一直找不到卖海胆的，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后来发现，好像真的要很早去才会有。我10点多去就没有卖海，就买不到了，应该是被买完了。10点超晚了嘛？真的假的？我那个时候不知道，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一定买，就是都买得到，只要去主地都买得到。没想到10点多就没了耶！我第一次好像是八点去吧，8点多去，就那个时候就还有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很早去。你那么早起床过？拜托有好不好？什么啊？你有在啊？你也在啊？你忘记了？哎、欸，还是那个时候，好像是我跟爸爸先去，我才来。我记得我睡很晚啊。那应该是我跟爸爸先去，然后你跟妹妹跟妈妈是后来才来。我只有一天很早起，就是去假期会馆的时候。我那天也比你早，好不好？我那天去找那个副导。哦，那个时候是爸爸带你去之后回来看妹妹，我跟妈妈一起去假期会馆。我忘记了，反正爸爸送你玩就是回来看妹妹，我跟妈妈去家庭会馆，然后路上经过 Sega 玩了一下。那我呢？好，反正对啊，反正就太晚去就第二次太晚去就没买到海胆，我超喜欢，哎，那个真的很好吃哦，超想要再买的，就买不到，然后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去。去小琉球海边捡，真的假的？很多哦，很多吗？认真吗？哈，哎、欸，你这样一讲，有点吸引到我，怎么办？我都想去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小琉球海边很多、哦，啊，好想去哦！讨厌，想去。你们会自己料理？没有，不是啦，它是一盒剥好的海胆，我们就直接配饭吃。我们就买了一盒，然后在便利商店买了那个白饭，买了就是那种微波的白饭嘛。我们就配着吃，就直接配着吃，超好吃的，爱死了。我觉得最棒的还是日本的超市，晚上的超市。晚上的超市，对，那个打折都打折好多。超赞。为什么是晚上的超市？海鲜也有。因为在日本晚上的超市会打折非常多。可是海鲜会怕不新鲜。我们上次去日本就是我那天是去哪，反正就比较晚回到那个我们住的睡的地方，然后比较晚回去嘛，我们就那个时候好像肚子有点饿，哎，看烟火是不是那天？对，我们那天好像是去看烟火。爸爸还走丢？不是那次啦，爸爸走丢不是，我说的不是，是我们自己去的。就是妈妈一直吵说，妈妈一直吵说在附近要去，然后走路走超级久，那个人到了之后已经办完那一次，对，走路走超久，然后妈妈一直坚持很一直妈妈一直吵说要去，然后还说很近，然后结果妈妈说很近，好像走40分钟吧，结果我们走一个多小时才没到，对不对？走超级久，我帮我走那么久，哎，都腿快断掉了，真的走到超累的。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都在往回走。对，然后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完，没有到的时候好像还剩两分钟的样子，我们就看了2分钟。我在很远地方看。对，比较远的地方看2分钟，你知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走那么久，哎、欸，因为导航写40分钟，导航写40分钟，然后我们就大概估，就是我们就估一个小时前出门，一个小时前开始走，结果我们好像走一个半小时才到，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放完了，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放完了，对，就是我们。我们有一次去烟，对，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放完，就我们那个时候是在还没到，但是就是有一点距离，有没有记得？对不对？对，大家都记得，大家都想起来了，印象深刻，哎，走很久，哎，走超久，哎，走到了，而且好不容易走到还没看到，
就我们后来有看到是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就是有点距离的看。在那个桥底下，那个电车的桥底下。嗯，反正就是在有点距离的地方看。刚经过的地方。然后就是我们就有点距离的地方看，然后边看边走。然后等我们真正走到那个地方，就已经放完了，就没了。然后大家就散场，大家都要走了。然后我们就只好跟他们挤着一起在那边要走。可是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个时候走了超级久了。一盒还是一颗？你说那个我在竹地买的嘛，一盒超多，但是一盒至少有大概有六颗吧，六颗海胆吧的量，六颗的量，一盒很多哎、欸。好吃。姐姐妹妹今天国语考九八，很好啊，好棒啊，谢谢新炒面。满分102分，太甜心了。满分102分，我旁边的就是满分。好，我旁边的就满分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旁边的满分。你愿意为了好吃东西走多久？走路啊？一两个小时可以的。两个小时太久了，一个小时吧。一两个小时走路可以，但是一个小时排队我不行。哦，排队真的很烦，排队比走路还烦。我两个小时可以走路，但是不能一个小时排队。可是他走过去，为什么要走一个小时啊？我不能搭车吗？如果单纯，你是说来回一个小时，来回时间也是？如果光走过去那边用走路的要一个小时，我肯定不会去。走半个小时我还会去。一个小时我就不会去，太远了。我会搭车，我会想搭车。嗨，翔宇 ，Luca， 哎 ，Hello， Luca， 嗨 ，Luca， 谢谢 Luca 的新职官，谢谢翔宇的新职官，谢谢翔宇的柚子棒，耶、yeah, ，谢谢。Hello， 季风亮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还是能搭车就搭车吧，不会想要走路、欸、其实。走路消耗的热量不能超过美食，不然就白吃了。还真的是，放心放心，我基本上都是坐车去吃东西的，我不太会自己走路去吃东西。哎，也不是这么说啦，还是会走路去吃东西啊。只是如果是用走的，就只会吃附近，不会特别走很远去吃饭。哎，为什么你有柚子帽？谢谢卢卡的柚子帽，我都没有柚子帽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昨天也看了多久？我昨天也看了一个小时的直播吧，一个多小时的直播，我都没有。他就两个，为什么？谢谢，我都没有柚子帽，好好，我想要柚子帽。谢谢卢卡送我柚子帽，耶、yeah, 欸！三个，你太多了吧？为什么有那么多？到底怎么赚的？太强了，太强，太厉害了。谢谢卢卡，要分享，我有分享啊，我有分享卢卡的直播间。谢谢。活动点点哪个活动点点啊？这个吗？庆中秋，好家好月是吗？狂吃柚子跳柚子吗？是这样子啊。累积好几天，啊，我也想，我也要试试看，我也想要收集，还是现在还有吗？还是现在已经没了？耶、yeah, ，谢谢卢卡。Hello， 草莓酱，嗨。一天分享五个直播间，或是……哦，真的，或是啊，我以为要同时。90分钟以上，我昨天有看到90分钟以上吗？
忘记，我昨天应该看一个多小时。嗯，我都没拿到。黄鱼，嗨黄鱼，Hello Hello， 嗨懒羊羊。卢卡今天也要拿五千卡吗？哎、欸，你们都不让我拿五千卡，然后都帮卢卡拿五千卡，我都拿不到。只有分享，所以只有三个人啊，三个原来分享可以，哎呦，分享很简单呢，分享随便进五个分享就好。我也想。五个不同的直播间、啊、哦 A 不会占动值，那也很简单啊，进五个直播间就可以。 A 的是喝反过来，谢谢小月的月饼气球，那我等一下也要分享五个，我要下去了，然后就可以拿到是不是？谢谢黄鱼的口罩，你这礼拜还会开播吗？星期四是吧，是星期四对不对？我记得星期四，对，应该是星期四，我星期四还会播。星期四几点、啊？晚上吧。嗯，那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，星期四七点，晚上七点会播。我帮你把卢卡进出去，平衡一点。这样好坏哦、啊。哎，不要欺负他。他自己不让我擦。干嘛在那吵啊？讨厌。快点，快点洗，亮亮姐。谢谢小玉的许愿瓶，礼拜四再丢礼物，好，好的，妹妹不要吵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你干嘛？他干嘛？是啊，因为他不让我擦。为什么要擦？因为他 A 写着喝反过来。那就擦掉啊。他不让我擦。那自己擦。他也不擦。那我帮你擦，拿过来。我已经擦了，然后他吃到他自己。他吃到他的鼻，什么东西吃到的？他手在那边扭的时候，鼻子里吃到自己。你鼻吃到自己的脸啊？没有，吃到自己的手。哦，手。笑死。在那边炒痛。哦，笑笑，妹妹来我摸摸。笑笑，来来来。哎，笑笑他，快打他。还要拿笔刺我啊？真是。活动只到九月二十九，现在几号了？二十八号哦。他鄙视到自己。二十九，你是鄙视到自己？他鄙视到自己手。为什么会刺？因为我要擦，他不让我擦。是只能是那个柚子帽的期限只到九月二十九，还是到九月二十九都可以都可以赚那个柚子？一进来就听到有人一直撒娇，你说妹妹吗？妹妹跌倒了，没有没有，妹妹被自己的笔刺到。这也没那么好哭的吧？不先吃到一下。可以拿柚子帽，但不知道活动会不会延长时间。那我如果今天跟明天拿到柚子帽，我可以十月再丢吗？大家都知道你的哭声啊！妹妹不要吵了啦！你去忙，你去忙，你去忙。你要哥哥还好吧？哥哥。你要哥哥，我不行，我要煮菜。哎，哎。一个人吗？十个人吗？好好好好，嗨晨晨。
陈家树 ，Hello。妹妹在模仿消防车，妹妹干嘛模仿消防车？好像哦，真的。下次开播是9月30，9月30就不能送了吗？怎么这样子？那我就不领了，不能送你，我就不要领了。Hello， 夏夏，里面有说免费礼物只限活动期间就，那应该是不行，啊，那就不行了，那算了，不去赚了。妹妹，今天做的那些都还没动哦。哦，那我赚一下好了。那我分享完5个直播间，我要去哪里拿那个柚子帽？快点呐，要完了。谢谢夏夏的幸运草，谢谢祥玉的幸运草。谢谢贝的柚子，谢谢小月的许愿瓶。刚刚那个活动页面，在哪里可以点到？别人的直播间吗？就这个中秋嘛，庆中秋这个页面嘛。那我要去找找看。分享完你的背包礼物就会有了。哦，真的？好，那我要试试，我试试。试试看。有一个柚子箱往下拉就有了。了解。谢谢小白兔的柚子帽。耶、yeah, ！大家都有集到柚子帽。哎、欸，空白洛梨，嗨嗨 ，hello， 谢谢洛梨的柚子，谢谢，耶、yeah ，谢谢你好多柚子。如果他有出那个梨子洛梨的梨子礼物的话，这样子就是梨子嘛。梨子就是我的那个，我的粉丝都是一颗一颗梨子，你就送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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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很多，那叫什么啊？我的吉祥物。果实。啊，送了很多果实给我，送了很多粉丝果实给我。草尾狮现在在哪里？哎呀，我的粉丝都是梨子，一颗一颗梨子。对啊，应该要出个梨子礼物才对，这样子就。大家都是梨子，然后很多梨子，我就有很多很多梨子。我在说什么？干嘛在我面？不要抢！不行，很辣，你不敢。就在赢。原来是学消防车的。我没弄你在赢什么？看那些龙。谢谢洛里的柚子帽。谢谢小雨的幸运草，谢谢蟑螂的柚子帽。妹妹要不要吃？我再请你吃一口好不好？我请你吃，你不要吵。哎，妹妹要不要？要吃，过来。嗯，真好吃。你吸面好大声啊！笑死我！好，给我用卫生纸吧，自己给我用卫生纸。谢谢，谢谢，快点，谢谢，谢谢小雨的幸运草。真好吃！你没有听到妹妹在吸面吗？吸的超大声的。好笑。花枝金翠，耶！谢谢小玉的花枝金翠。那个金翠，每次看我都觉得很像那种高级的那个精华液，就是擦脸上那个，很像。妹妹是不是要拍 ASMR 啊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弟弟，什么是 ASMR 啊？ ASMR 哪一个的简称啊？好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我不太会记简称，大哥。
很难解释。不要玩了。什么啊？好吧，算了，我要传授给你们那个泡面怎么样会更好吃，就是你在煮好，就是你泡面煮好的时候，我知道那个，就是 YouTube 上会有那种什么敲玻璃的声音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，就是那种声音，然后就是很多人会放着看书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会放那个声音，放那个音乐看书，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我知道那个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叫什么。对，就是对，就是、那个，那个到底就是会有很多，就是 YouTube 上它都是直播 ，YouTube 上都是直播，会有那种什么雨滴的声音啊，或敲玻璃的声音啊，什么写字的声音啊，翻书的声音啊那种。刮玻璃声应该没有吧？会有刮玻璃的声音吗？那个一点都不舒服。叫每个干嘛小声点吧。每个人喜欢的声音不太一样。哦，我应该是喜欢那种水滴的声音，我觉得翻书的声音也不错听。声优的声音。为什么妈妈看那么大声呢？声优的声音。声优声音没有，不要，那我不要。哪有很多可爱的？我要听，我要听干嘛？我要读书哎、欸！疗愈，你知道吗？集中精神读书，或者是要睡觉，谁听那个东西？疗愈。好了，你不要吵了，你好好看妹妹好不好？那洗鼻涕啊，有多大声？哦，洗鼻涕的声音感冒也有，还有底音破音的声音，天籁。睡觉前都听那种影片，真的、啊？我平常不会听耶，但是因为我同学，他读书的时候会放出来听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读书，然后他就放出来，就是他没有塞插耳机的，他直接放出来。那我想说他听，我就说你在听什么东西啊？我就很疑惑那什么东西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这是那个 ASMR， 然后就是放着可以那个集中精神读书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这种东西。八年前听、哦、真的假的？我没有听过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听过那个，就是我平常不会自己拿来听。荔枝饼。你别闹了吧。这是铅笔。我都听刘家讲话的声音，疗愈内心。好，原来如此，是不是？可恶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声音不够疗愈内心。我声音很吓人，那个，对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早上起不来，那个早上设闹钟，你就用我声音好了，一定吓醒。就是卢卡的声音让你们可以睡着，啊，我的声音直接把人吓醒这样子。那早上起不来啊，早上起不来的闹钟都改成我的声音，马上起来，马上起床。你真的喜欢 ASMR 吗？我吗？我没有在听啊，我平常不会听，我没有听那个，我只是知道而已，我自己不会听。还有塔瓦哥，觉得只是噪音哦，真的啊，我是觉得会很想睡觉，就是不会难听，但会想睡觉，就是听着听着就要睡着了这样，可以关掉吗？啊、晚安安晚安 ，Hello。阿塔布晚安安，我听得见啊，怎么可以叫他关掉啊？真的很大声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听啊？不要吵啊，你好烦哦、喔！我今天手机萤幕裂了，好怕是什么坏预感。手机萤幕，我跟你讲，我手机萤幕超常裂的，我每次只要摔一下它就裂掉，就是都会有一条一条一条，我的手机每次都。那个一直增加一小条一小条一小条，正常正常。我现在用紫萱加布丁去年给的闹钟，每天都被吓醒。什么闹钟啊？你可以录吧吗？手机的声音。你来跟闹钟叫粉丝起床。好啊，来，怎么讲、啊？那我就说早安，大家起床了，快点起来，会迟到这样。快起来，上学要迟到了。这样子会，这样子应该会吓醒吧？这样够有那个吗？冲击感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听到笑醒，我都吓醒。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裂过，真的假的？嗯，
为什么会裂？你是摔到吗？还是什么？可以换手机，这样还好，他不会吓到吗？第一声就被按掉，就按掉，哎、欸，不要按掉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知道，我第一句就快点起床，上班要迟到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应该够吧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子就不会太快被，就是就不会在我讲之前就按掉。我不能说早安，早安太没有太不吓人了。我第一句就快点起床，这样子。快起床！我平常叫弟弟怎样？起来啊，弟弟！没有，弟弟，快点给我起来啊！我平常叫弟弟应该是这样子，是吗？我这还要再凶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这样讲，我说我是在楼梯，我都在楼梯口叫，我都在楼梯口叫，弟弟起床，快点！然后我是这样叫的啦。你看，睡到什么？人家睡到什么？我都睡到什么？训练我了啊！我也要练，我糟糕。我等来练舞，拜拜。你说按掉我会睡一整天，我就不按掉。哎、欸，哈哈，你不可以按掉，按掉你睡一整天。谢谢罗卡柚子。难怪你早上醒都不好，哪有啊？这是我练习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时间没有练习吧？应该是他们，应该是他就自己在家练习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家练习。对，我们明天，对对，自己在家练习啊。这时间应该没有联系。就这样可以吧？我就我平常叫弟弟的，弟弟快点给我起床啊！那我，哎，我是这样念吗？弟弟快点起来。差不多啦，弟弟快点起来哦。没有，你不会说快点起来，你会说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你刚开始就是说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对，你一开始就是弟弟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还不快点起来！然后说你怎么起来了？不然就到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到底还要睡到什么时候？不是，哎，你们有闹钟了？那个闹钟，他刚刚叫了，他刚刚已经叫了，快点把那个声音回录下来。弟弟会回嘴吗？弟弟直接不理我，继续睡好不好？弟弟直接在那边睡着了，你知道我不管怎么叫他都睡得很熟，他叫不起来。对，你看妹妹很有同感，妹妹每次上去叫他也都叫不起来，弟弟完全叫不起来。直接压上去了。对啊，就叫不起来。直接压上去。弟弟不会理我们，然后叫不起来。就算旁边在施工，我也一样睡。他也可以继续睡，超强的，他可以继续睡。我一直叫他，然后妹妹都爬他身上，他还是不起来，他还是可以睡得很熟，但是睡起叫不醒的那种。夸张，你平常叫弟弟效果很好吗？超差的，根本叫不醒，感觉叫不醒，好难叫。我在念。那个闹钟我才不用，你不要用那个闹钟吗？你那个闹钟。那我不能叫你们弟弟啊，我叫你们什么？喂，快点起来。我要叫什么、啊？你们这些家伙。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快点给我起床！快点起来啦！这样子，快起来！捏弟弟叫他起来，他打我不行。什么东西？他们说直接把你捏起来。我记得你捏过我，没反应啊。我没有捏，我是打。打我也没反应。打也没反应，捏就有反应吧？捏很痛哎、欸。捏的话我。打又没什么感觉，打还好啊。我会脚一开，然后就睡。是吗？你会打我吧？你会踢我吧？我睡着的时候你不这样。那那个是你睡太手打呼太大，踢到我才会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我办公的脚很超重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之前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床比较少嘛，然后我跟弟弟就会睡同一张床。那他很夸张哎，他睡着的时候都直接脚给我踢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他直接踢我哎、欸，超痛的，每次都被他吓醒，每次都被他踢醒。然后他睡得超级熟，他还可以边打呼，就是。他每次睡一睡都突然间踢我，就突然间翻过来踢我或打我这样子，撞我一下，真的每次都被他吓到。然后我每次一直说翻过弟弟，我每次就叫他，我说弟弟起来，不要你压到我，你压到我了，你听到我了，你叫他走开这样。然后他都不会醒，他还可以继续打呼，就完全没有动，完全没有要醒来的意思，真是夸张，我叫不醒哎、欸，他踢我。然后你知道，而且我又拉不动，我又搬不动他的脚，你知道我只能用。踢的，我怎么把他踢回去？有时候踢不动，我就只能捏一下，让他有点感觉，然后就让他自己翻个身转回去，这样子，超难的，真的很难哦。他真的很重，他腿超重哦。
有时候踢都踢不动，超夸张的。但是我觉得你睡棉被都会到你那边去。因为你踢我啊，我只能想办法把你让我离我远一点啊。恐怖是踢不动，踢过就踢不动，超重的。而且重点是，就是我捏了他一下，让他自己翻回去嘛，他还可以边打呼，还是继续打呼，完全没有被吵醒的感觉。很厉害，很会睡，超会睡的，好难叫。像我就很容易醒，我可能只要别人碰到我一下就醒来了，或是别人不用碰到我，可能那个走路声，或是只要经过我房间门口走路的声音，我就会醒来，我超容易醒的。然后弟弟就超能睡，弟弟什么叫他叫起来，弟弟打呼超大声的，他打呼超级大声的，我每次都叫弟弟晚一点睡，就是如果我们一起睡的话，我都会说弟弟你等我睡着你再睡，因为他打他呼声太大声了。然后重点是每次都在我睡着前弟弟就睡着了，就他每次都说我不是常常叫你等我睡着你再睡吗？对啊，我很想你，你在拿手机啊？没有，不是，没有，我很超久的，没有，我就真的睡了，但是我睡得很慢，我不会那么容易入睡。然后弟弟在旁边，弟弟就说让我先睡，他就在等我，然后他躺着等我，他躺一躺就睡着了。你躺着等我，你说你要等我，然后躺一躺你就自己睡着了，躺一躺弟弟就睡着了，他就睡着了，然后我还是还没睡着，我就好大声，就我都还没睡着，他就自己就睡着了，然后就打呼好大声，然后我又睡不着了。好啦，不好啦。叫不醒的人都很容易睡着，对，真的，弟弟超难叫醒的，然后就很容易睡着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像我很容易醒来，我就很不容易睡着，滑超久小，哪有滑超久？没有哇，明明就他才滑超久。没有，我一直等你。你才滑超久，你滑很久。不然我要滑到什么时候？我一直在跟你讲。哪有啊？我都快点睡好不好？我没有睡的时候，都是你在放影片的时候。就你硬要放那个大电视，你把电影放在电视看，你觉得我会不看吗？是你问我要不要看的？没有，后来是你看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看《尖叫旅社二》的样子，然后二看完了，我就说好，我要睡觉了。然后弟弟就给我放三，他就放《尖叫旅社三》，我就说你干嘛？我要睡觉哎。然后他就说你睡啊，我要看。我怎么可能？弟弟都在放了，我怎么可能睡觉不看？我当然就看了。对啊，还不是弟弟啦。弟弟就自己放影片，然后叫我睡觉，他说他要自己看，怎么可能？我一定会看啊！二代有小孩的那集，对，他还有三，他有出三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还有出三，但我觉得三没有很好看，我没有喜欢。哦，喉好痛。打呼好像是睡觉时呼吸道有点情况。真的，不是因为睡太熟吗？要是我也不等你，为什么啦？因为他鼻子不要，好难捏哦。他的鼻子我不要，我才不要嘞。Hello， 田中豆丽娃，晚安。没教过。盛庭 ，Hello。妹妹敢看，妹妹没看，妹妹跟我们不同房间。妹妹跟爸爸妈妈一个房间，我跟弟弟一个房间。想念，想，想，想啊，想。三代是德古拉第二村，就是那个有女生那个船长那个，对。一，我也喜欢一耶，我觉得一最好看，二跟三就还好，我觉得。变道啊，不行是道变，道路啊。什么变？所以他已经不能睡，弟弟啦，弟弟超吵的。我们在讲那个，彩虹勾勾了，真的耶，彩色勾勾了，好漂亮哦。101场，哇，彩色勾勾耶，太好的。哦，乔纳森94场，也快了。红勾勾的都应该都快了，对不对？拿过。哦，我耳朵放错地方了，我耳朵放到有没学到？没有，那我教过吧。好，那个跟别的。看不懂，写好看。卢卡才能到彩色勾勾，很难很难。
我每次都没有跟到。有点比划出来。彩色勾勾有谁啊？哎，只有 Ben 吗？彩色勾勾。然后错是最后。彩色勾勾，翔玉也没有彩色勾勾耶。我以为你有哎，96场，啊、哦，怎么这样？怎么会？我以为你有你哎、欸，还没100哦，我一直以为你们已经要100。谢谢陈云的玫瑰，哎，卡丘，卡丘也红勾勾哎，哇，红色的，红色的都快了，对不对？红色，啊，87场，哎、欸，87，卡丘87场。哈瓦哥不是，哎，对对对，哈瓦哥有，哈瓦哥是最早有的，对不对？哈瓦哥是第一个有的，他每次都来签到。你以前直播频率太少，一个礼拜几次？对，没错。抱歉，抱歉。我现在一个礼拜两次，嗯，这样子会挤比较快一点。红色的最多差50，最少差1。这range太大了吧？想不到了，就是随便，现在想不到其他造词。我们只想到一个，真的，真的很棒。上庭差36场，我就心烦啊。大便。不会啊，你红色你也96了，96有很多啦。不然就随便。87，我哪有好坏？我只是说已经87场了。萌新是吗？修正。好啊、哦、好啊、哦。啊，他补新版，我知道我知道 ，OK 的。这是三版。我是番茄。嗯，头发吃到眼睛了。我睫毛好短哦。讨厌。给你们看我的睫毛。哪有，也没有那么短命长，虽然是有点短，但是命长。我睫毛多到可以一直拔。多跟长不一样，好吧？对。快点测。我想再长一点。以前没有发现有补钱卡这种东西，干嘛？好，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给你吃吧。一直想，一直觊觎着我的面。会不会拿？一直想要拿，真的是。我在吃之前，美美到底写了多少？你看、啊。哎，最后我的面还是被迪迪抢走了，他还是成功夺取了我的面，成功篡位，可恶！成功篡我的面的位。全部吗？啊，你吃吧，吃吧，真是。我就说很辣，你又硬要。你可以不要嫌我大声吗？我小声一点吧。等等，晚餐要吃什么？妈妈要煮什么？白饭、荷包蛋，还有什么？空心菜。应该吧，应该就这样，不知道还有什么。睫毛超长，上庭，好好帮我一些啊！真是的，我另一只账号没钱了。好哟，好哟，不用睫毛膏就超长，好啦，很棒很棒。要靠睫毛膏，但我的睫毛为什么？算了，放弃。但是你的双眼皮很美，谢谢。有双眼皮。弟弟没吃饭，是不是还没吃？我也还没吃饭呢、啊，妈妈还没煮好。为什么跟姐抢东西吃？因为她想吃。给姐姐吃，我太瘦了，我不会啦，我还不够瘦。弟弟帮你减肥，他自己更需要减肥，好不好？他才需要减肥嘞。我刚刚才煮的晚餐，晚上白酱炖蔬菜啊，听起来好好吃哦。
那个名字看起来超好吃的，我想吃，我很喜欢白酱，我每次意大利面我都点白酱。哎，我感觉好好吃啊！怎么做的？怎么做的？吃谱给我，我也想，我也想做。哼，感觉就很好吃，白酱炖是不是？感觉很好吃。明讲了，证明这里有个证号，证明明白，好，白色的。眼睛眯眯有点掉了，真的假的？好丑。你不要做，我先不要打他们做人。那个没有板会跌倒。是那样吗？我总觉得呆呆的。我刚做很久。要长吗？像你眼皮这么双的人，不用画眼睛就很大。谢谢。眼睛大耶，但我都没有画，你看我的裸眼。蒸蛋包饭，哎，蛋包饭呢？蛋包饭也好吃啊，哪里呆？看起来很呆啊，这样子。眯眯眼。看起来很呆，好蠢。最后的差不多，第一次的很搞笑，太好笑，看起来好蠢啊。笑死了！我去找你没也没有化妆啊，你当然你化妆就奇怪了。先把要加的蔬菜用蒜油炒好，然后加水炖煮，要先炒好再炖呢。蒜油炒啊，好酷、哦！你说加大蒜葱爆吗？哎，那个白菜白酱炖蔬菜，一道菜。没有听过？怎么会没有听过？这很常听见啊。我知道白酱意大利面，白酱意大利面。那个港式饮茶很常有那种白，就是那种。我以为写字。那什么？就是蹲书蹲。蹲白菜那种，不是吗？我没想。港式饮茶很多都有这种东西啊。我只知道水烫白菜。那个很好吃哎、欸，而且就是有奶味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个很好吃。用蒜油炒好，然后加水。哎，直接加水到里面吗？直接加水，你说炒好，然后直接加水进去吗？然后焖嘛，然后等蔬菜都软了之后，加入白酱焖一下。要先爆香蒜头，然后先爆香蒜头，然后再炒，跟菜一起炒，然后直接加水进去吗？加水进去煮。是吗？然后煮到软再加白酱焖。好，了解。我学一下，记得记一下。怎么做？做法记一下。先用蒜头爆香，然后把蔬菜放下去炒。你有在记吗？哎、欸，先生。哎，算了。不可靠的臭家伙。好，先用蒜头爆香。蒜哪个蒜？哪个蒜？啊，你写注音啦，真是的。你写注音吧。然后把菜放进去炒。要放油，就是放油炒。然后加水炖，软，然后菜软了之后放白酱焖，就这样。我都背起来了，你还没写起来。放入青菜炒，然后来，加水炖煮。那个真的好吃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港式饮茶那个嘛，那个白酱炖白就炖白菜那个，那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来我讲到哪里了？加水炖煮，然后加入啊，等蔬菜软了之后加入白酱，焖，就这样。我今天除了一点，结果被幸运草骗了。加白酱下去焖，手机又裂，坏运来了。没事没事，现在有点坏，现在坏运先用完，那个过一阵子，你的好运就来了。放心放心。我妈问我你圣诞 T， 那是北极星吗？哎、欸，她看出来了耶！他看得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就是北极星啊！你们在那边一架，
心嘛，居然看出来了，好感动啊、哦！你看，然后还是你妈妈比较 有眼光。笔画乱写，我要擦掉。然后呢，右边呢？因为是用油炒过的，所以汤上面会有浮沫，记得把泡沫捞掉。你说加水进去炖完要捞掉，还是全部弄完之后捞掉？炸厨房教学什么啊？我才不会炸厨房呢。喜欢四雅的船长，嗨，晚安晚安。如果白酱不会煮，可以买市售的白酱块。我一定是买市售的白酱块，我不会煮。白酱怎么煮啊？你会做？哎，你会做白酱啊？你白酱是自己做的哦？太厉害了吧？那也可以教我一下吗？自己做白酱。小盒子，哎，谢谢上庭，谢谢上庭帮我统整。嗨，德全，德全 ，hello。是不是少一横？哎，有一横啊。有吧？没有吗？我记得没啊。就是小盒子。我写错了。好好，待会等你的小盒子。等你的。我以前掉的时候就没了。等你的小盒子哟。那是气啊。那气。那是气哦。我跟你说，气怎么写？气这样写。一健康一阵近距离，不好意思，我离远点。不是你，气这样写，气这样写。我知道，那你赶快写吧。我跟他说你每天晾衣服，居然看不出衣架。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那就是北极星呗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狮子座啊，傻眼。那个就是狮子座的那个图案啊，就是前面那个狮子座的星星图案。就是星星的那个排列那个线条，不是北极星啊！我在说什么？不是北极星，狮子座啦，烦呢、欸，讨厌啊！什么啦？我有狮子座啦，哈哈哈，傻眼！我知道气怎么写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偷听人家讲话好不好？妈妈，对，爸爸，他们知道。你还那么认真的说，哎呦，你写错了一直擦。爸爸，他们都知道气怎么写了啦。你不要偷听人家讲话。爸爸就每天刚刚在讨论气怎么写。哪个气？气生气的气。为什么你有听到？爸爸去写错。写错，爸爸，哎、欸，爸爸怎么会写错啊？爸爸。你写对了，妹妹好厉害哦！那先爸还说我错？哎、欸，爸爸，你不要乱说别人错，好不好？哇，妹妹比爸爸厉害，太厉害了吧？爸爸怎么写错？你还那么认真的擦掉书？妹妹好厉害啊、哦！妹妹很棒，妹妹很厉害。鲜奶油、奶油、牛奶、面粉做面粉。白酱有面粉哦，真的假的？原来上庭都一直改名，是不是？上庭已经改了什么名字？快点，你还有什么没写？罚写十次。那快点啦！十次。继续。爸爸中招。念完之后我再背。爸爸还说他是故意写错的。我爸爸居然不会写生气的气。笑死我了，妹妹好厉害哦！还好妹妹有坚持，你的是对的，不然你就被爸爸教错，对不对？好危险！而且我还跟妈妈说，哎，因为妈妈说这是气吧，然后我就写这是气，根本不是那个词。他写成什么？某人一直乱改我名字哈，谁改你的名字？快说，谁？我等一下给你看。什么鬼啊？假作原真。什么啊？傻眼。祖祖改的，哎、欸，他叫你改你就改，什么意思你？他叫你改你就改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看。我看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说你不可以改名，结果你还是改了。给他们看，给他们看，这是屁啊！什么？这词
爸说的。爸吃哦。爸说的吃。好扯哦。根本没有这一横，根本没有这一横。爸爸，根本没有这一横，在写什么啊？爸爸说的是吃哎、欸，吃。长得好像，这是生气的气的上面那个，对不对？去掉口不生气的气上面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太夸张了，拿着吃。好镜像啊，没关系，你们看懂就好。把它这样写成这样，我明明写对了，对把它写错还乱说我。爸爸，爸爸国文不好。哎呀，连那么简单的字都不会。还有课本，拜托。好好好。镜像，镜像，你看懂就好，看懂就好。你没有看懂吗？笑死人了！爸爸那是古字，最好是啊，还不是嘞、欸，好笑。现代人奇怪用打字的文明病，可是我还是会写啊，我都打字，我也没有因为这样写错。哎、欸，八点多嘞，妈妈是煮好晚餐了、啊，妈妈好像煮好晚餐，那我去吃饭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星期四见。哎、欸，你看我开始穿长袖了呀！我已经开始穿长袖了，你们是不是也该穿长袖了？现在好冷哦，今天好冷，你们不要冷到，不要感冒了，穿长袖哦，出门就穿长袖。欸、郁金香的郁哦，哈哈，我想一下，我应该会吧？我会，应该对吧？对，我写对，我会，你看。对，我跟你写的，我跟打字的，我跟打出来的一样，没错，我会写的，只是我要想一下，待会把食谱传给我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阿塔布桑，耶、yeah, ，谢谢，等你的食谱。哎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，这里就有吃了，对不对？把它写错吃，你看，本来我写对的是这样，对啊，这才是对的，爸爸乱写。穿长袖，懒得换长袖，不行，你们都要换长袖，不然会感冒，不可以感冒。要穿长袖，大家都要换季的，换长袖，还要穿外套。我除了我穿长袖，我还带外套，因为很冷，好冷哦，而且今天还下雨。玉，我会写那个玉啦，会啦。哎、欸，银，那个那什么那个。输赢的赢，我应该也会，我记得。哎，赢怎么写啊？啥耶？我忘记了。赢怎么写啊？赢下面是什么？月，然后呢？月旁边是什么？哇，我忘记了，我想不起来。算了，我不管了。嗯，王口月被烦，对，月被烦啊、哦！我还背过月被烦，因为我每次忘记怎么写，然后我又忘记了，啥呀？我忘记了，我只记得那个王，然后口，然后月，然后后面两个我忘记了，我每次忘记，讨厌。Hello， 恩惠。谢谢恩惠的心之冠，谢谢你的恩惠，谢谢恩惠心之冠。写信的时候都要看一下手机的字，对啊，有时候忘了怎么写。对，我最常忘记的就是输赢的赢了。啊，好了，我要吃饭了啦，妈妈煮好了，我去吃饭了。大家拜拜，星期四见，拜拜，中秋节见，中秋节当天，拜拜，拜拜喽。大家拜拜。写很糊，哎、欸，我也会这样，不会写，这就写的，写的丑丑的，让它绕在一起。啊，不念吧，我、哦、忘记了，傻眼，我居然忘记了，因为我肚子饿了，我闻到食物味道就，哎、欸，最后三名都一，后面三名一样，那就第七名，花生什么树，还有卢卡，还有陈宇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卢卡，谢谢。第六名卡丘，谢谢卡丘。第五名 Ben， 谢谢 Ben。第四名祥玉，
谢谢小玉，第三名。啊，不对啊，我讲错了啦。第五名小玉，谢谢小玉。第五名小玉，谢谢小玉。第四名，哎，第四名是小玉。气加米等于气。上面那个部首怎么念呢？是气没错吧？那个部首怎么念？气吗？啊，随便，反正我会写就对。小玉都是小玉，谢谢小玉，耶、yeah。第三名空白洛琳，谢谢洛琳，谢谢。第二名落日一笑笑，谢谢洛琳笑笑，耶、yeah。第一名森森堂，我念错了吗？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可是我看到是这样子、欸，我念了什么东西？不是你传给我看不了、啊，你传给我看不了，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手机播，没办法看。我念错了吗？真的、啊，我念到哪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念我这边自己的吧。哎呦，他每次都怪怪的，好讨厌哦！每次他的榜都有点问题。我看不了，我看不了你传的 IG， 这到底什么啊？到底什么？我念错了哪里？没关系吗？那么好吗？好，谢谢。那我等下去看一下，我念错哪里？我等下去看我念错哪里，让我自己知道一下就好。到了，很好笑哦！哎，饭来了。也今天菜我不小心买太少，只有这样。怒气冲冲看到，真的假的？我已经吃一口了。哪一个会怒气冲冲？有被念到就好。哎，我的榜我就念错了，你要不要给我榜？我手机的充电虽然没关机，但是登录要时间，大概要等5-3分钟。啊，拿手机嘞！我去拿我的手机。你菜真的只有这样子呀？因为我记错了，我买的那些。哦，你真的是很，难怪妈妈每次都说不要找你去买菜。妈妈说每次你去买菜，你都会买不一样东西回来，反正数量不一样。妈妈这次是跟我说的三把、啊，你很夸张哎。三把大的，结果这里是小的，我一样买三把。妈妈跟我讲，妈妈跟我说，每次叫你去买菜，你都会买错，你都买到不一样东西，不然就是数量不对。真的是夸张。弟弟又买错数量了，你看我们今天的晚餐，我们今天晚餐的菜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已经吃一口了，我也吃一口。我们今天晚餐的菜只有，我们今天晚餐的菜只有这样而已。哎，好少啊。太少了吧，最后一口，我两口吃完了。弟弟，但是有蛋跟配饭。你蛋装多少啊？还要饭做成那样？配饱了放吃。夸张，弟弟又买错数量，蠢哎！怎么每次都这样啊？怎么每次都搞这种事情出来？我很少好不好？平常菜都是我买的。所以你天都买错啊？哪有？妈妈说你每次都买不对。哪有？我每次买都买对的。笑死。一口的量超少的，我两口都吃完了。很好，我今天刚刚不想吃菜，搞不好我是故意。哎、欸，那很夸张，恶心哎、欸，太恶心哎、欸。啊哈，有了我的榜了，第十名是四季，第十名是接下来四季，第九名露卡，谢谢露卡，第八名卡丘，谢谢卡丘，第七名。恩惠，谢谢恩惠。第六名 Ben， 谢谢 Ben。第五名空白洛琳，谢谢洛琳。第四名跟第三名都是祥玉。1996年8月17出生的狮子座女生，你是抱着什么心情打？你是女生。第三名跟第四名祥玉，谢谢。第二名。二名，洛莉笑笑，谢谢洛莉笑笑，耶！第一名，森森堂，谢谢森森堂，谢谢。好，祥玉，祥玉，为什么你要说你是女生？你想骗谁？你想要干嘛？你为什么要骗人家你是女生？不是他性别选女生就算了，他居然个性签名。上面也写她是女生，
哎呦，不哦，不行这样。好了，我要去吃饭，大家拜拜。那我等一下还要。拜拜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那是系统吗？哦，真的哦，哦那是系统啊！我以为是你自己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误会你了。对不起，我误会你，我以为是你自己打的。啊，好啦，误会你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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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玉，抱歉，小玉。咦，不好意思哦。我好坏，好了，大家拜拜了啦，拜拜，我要吃饭了啦，我要吃这两口菜。小泽，谢小泽总 ，Hello Hello， 丽卡讲 ，Konnichiwa Konnichiwa， 小泽，我不会念小泽，小泽怎么念？Konnichiwa Hello， 泽野 ，Hello， 拜拜，大家拜拜。泽野怎么念？泽野 Tetsuya， 是吧？那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？拜拜。またね。